赶紧出发去鹅场，刚才一直忙活到现在，连饭还没顾得上吃呢，赶紧走吧。然后加了个馒头，完了去鹅场再吃。走，小包包敢上车吗？这不是还敢上车呀？天气暖和了，干活的人也多了，冬天的时候像这儿都看不见人的，现在时不时还可以看见俩人。到鹅场了，完了你看这一块大棚没有之后还空荡荡的呢，这再修也是个大工程呀。我都买了，今天买了啥了？去那个废品收购站买点管，然后看重新接一下能接上。这种要钱吗？当然要钱了。这还要钱了呀？啊，成斤卖的吧？啊，对，成斤卖的，2.5一斤。买两个灯，灯也到了。嗯，这是要放到鹅场的灯充电的，好久才到。准备要把管子牵一下吗？是。太长。插水泵。是。水泵已经出水了。外边出了水，屋里全开了。老是忘关这个水管。没关呢。没关，我没有拧太紧，我手劲不足。你再拧拧。这拖拉机是慢慢关火的呀。那跟车一样吗？你以为呢？我以为错。咋没满呀？刚才满了，这不是倒吸了？倒吸那么多，刚才都快溢出来了。完了，咱俩去关火那一会儿，一下倒吸那么多。这就准备开始接了吗？对。昨天大风不是把这给刮折了吗？完了，已经不能再用了。小吉今天从废品站买了一些这种钢管，自己切开，给它拼接一下，看能不能好使。插太长了就用短的呗。这些管都已经接上了，然后再用这个黑胶带给它绑一下。你这接的能结实吗？能结实，里面插的是铁管，很粗的铁管。啊，饿了吧？不知道这个能掰过来。剩下的这几根是没有刮折的，但是刮弯了，不好整。虽然这上三个没有折，但是它的弧度已经不是原来的弧度了。你看这个，怎么能弯成这样呢？别一弯又折了。你帮我给它立起来一下。行，好多了，就这吧。这个比较歪七扭八的。这些绑胶带的受伤最严重，完了这些都有。另外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这一整进去差不多就2米都不到。人家玩意儿是直插的，插完以后完了那个完了往下压，往上一穿，它就紧上了。你这扯的，你都说上回整完不行哈。马上一天就要结束了，这是我们今天干的，把管全部给撇正了，完了该修的都修好了，明天早早的过来把这架子给搭上去。上小嗨，从那边上，别上了。你看他俩一说走跟啥似的，比我都积极。